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信网破位股追踪。我哋今日要讲嘅破位股系圣斯货柜716，航运股近排全线炒上，连带从事集装箱制造业嘅圣斯货柜亦都受惠，股价琴日已经见到异动，今朝再出现突破上个月中嘅高位，最多升超过3%，高见1.98，创咗4个月嘅高位，更加升穿咗250天平均线，大约1.1901嘅阻力位。成交算几活跃噶，不过圣斯估值唔算特别吸引，依家咧只系较适合短炒。股价今日破位之后，14日嘅 RSI 咧已经升到去70以上，啱啱好咧超买，预计短期咧升到去2元附近会有阻力。有货嘅投资者可以考虑喺呢个水平止赚，等或者等回落翻去9以下先至再收集。圣斯货柜的主要收入来自集装箱制造，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只是一般，顺利跌了28%，只有2749万美元。管理层预期全年的业务会较为平稳，未来会致力提升生产自动化，减少劳动力的成本。多谢收看信网破位股追踪，我们下个星期再和大家见面。